坐得上就看，不跟你东西啊。亏不亏？鸡巴俩局租的一个局，这啥局？我这俩柱练的时候练的，关键是背后一个柱半个局，两个柱那个人过来，剩那一个局还能租了。人家这没时间，人家没放根儿，对不对？要租不到根儿，没有机会钓呗。你吃点肉呢，那还得了呢。我就坐起来，你还得入。咱俩也快结束了。你还得入。你箱子也重，箱我给你摆了，我吃了多。那你走的啥呀？那我是走，我刚才那去不是超市了，要咱一毛钱超市了，你还咋了？你还箱不是四十多了吗？不是，你该你走啥？你不是你老姜，我这老姜你走的啥呀？不会了，不会了，你走的啥呀？走了。这多精彩啊！这个你看多明白。你第一个吃了。做个啥的都？将军，我将军军，将军你工龄了，是不是？将军补个四十多了，不这你为啥没补四了？拿着给他走，这个将来又补四十多。你为啥没补四？你不好，我不跟你说了，你这是走路垮，跟他都不用。你为啥没补四？我问你，为啥没补四？我你为啥没？啥你又打不过了？我多个兵都入了，我亲，你不用放了你赢了。行了。拿着都走，这都是布局，给他走了垮。你看看，你赢了，一进，你有十三招，十三招，让你赢一波，不然我跟你说，我打的大门工，他打我这个啥都有，我今天头一次能走，头一次能走。哎呀，让你赢一波，让你赢一波，从本来。